哎呦，开开开开开！电源键在这里哦。Sorry， 苹果虫。苹果虫。哇！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最喜欢的颜色是有点像绿色，不过比绿色又要更有层次、更立体。就是这个颜色，对不对？先贴保护贴。这实在是，目前手机都没有再贴保护贴的。OK 啊，8.1没有保护贴，保护壳是原厂送的，所以这个镜头都磨掉了。好，你凭手机就不用贴了。这哪一面是正面的、啊？随便去 PC 用买的，因为出货来不及了。我要撕保护贴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这八八贴，因为会有灰尘跑进去。虽然现在灰尘应该也没关系吧。哦，有，好好好，妹妹走开走开走开，会有灰尘。有灰尘了，走开走开。过来，把青蛙剪刀拿来。这贴我的，这贴我的，你就随便拿一条一起来剪。我的剪下来的东西有下去吗？你用前头剪会比较好剪，而且你只要慢慢剪下去就是了。啊，有气泡。不会坏的。主要是有点气泡，我这边气泡更大。好像有用。空气要推出来。告什么状？妈妈，爸爸的苹果手机耶！那个吗？嗯。你认得苹果吗？认识。是这个苹果手机。来，妹妹去，想要去拿苹果给妈妈看，去那里，那里，那里拿，快点！妹妹，快点，一人一个，快点！苹果手机买两台哦。买两台，你看。有三颗啊，一个写 iPhone 11的被妹妹吃掉了啊，这是 Pro 跟 Max。对啊，也用错了。变出。好了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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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漂亮。保护贴贴好了，保护壳就随便了。一个200多块。PC 用随便买一个。因为到货来不及了，原本10月7号才要出货，结果礼拜五忽然间通知我说出货了，只好上去 PC 用随便买两个保护壳，回来先用一用。
都比较喜欢硬壳，结果还发现我 Nokia 这只也是软壳的，所以好吧，那就一样都软壳。电源键是哪一个啊？这个试试看。没反应，看一下电源键。不会是这大颗的吧？我要剪这个，最正的头在这里。哎呦，开了，电源键在这里哦。稍微，苹果虫。苹果虫。Hello， 台湾 ，Face ID， 紧张脸放在观景窗中，然后头部画圈圈转动，换来显示所有的角度。等一下，好酷哦！哎呦，等一下，你摸一下，摸旁边，壳旁边，会震动哈、哦。哎呀，谢，好恶心。Hey Siri， 发送简讯。Hey Siri， 发送简讯。哇！Hey Siri，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最喜欢的颜色是有点像绿色，不过比绿色又要更有层次、更立体。就是这个颜色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是一般模式。广角，哦，这很广嘞，这个够广。录影，广角。人家说会有点钝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旁边会有点那个影像会有点钝，但是无所谓啦。录影的话也会来录影。哦，会有点钝，还。